咱的这员官吼，咱共同主办单位，咱陈廷江助理委员、林奇山林主任委员，还有呢咱的杨宏敏杨议员，还有黄定和黄议员，救国团曾启胜曾总干事，各位记者媒体女士先生，还有我们的张成修张里长哈，马西兰哦，张工哦，咱的妈祖文化节的领火人物，还有各位贵宾、乡亲、好朋友，各国公庙的咱这所有的主委代表全体委员，大家拢安台恭喜，大家好。好。九月二妈祖文化节。时代进步，生活品质提升，但是呢，会当讲大家拢足紧张的。但是呢，会当讲吼，咱的这个妈祖来给咱保庇，让咱大家呢心平气和，会当做到代志，弘扬到正确就做到代志。那所以呢，前三年大家知影讲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所以呢，这三年大家都非常的紧张。然后呢，感谢妈祖，让咱宜兰县会当来这么稳定。那妈祖给咱保庇，让咱大家呢会当呢得到真多心灵上的安慰。那而且呢，宜兰县的稳定，这拢总是咱吼心目中的妈祖给咱保庇，让咱大家的平安顺心。宜兰县呢能够呢在大家团结合作、共同努力之下呢，让宜兰县呢能够温馨和谐。所以成为全国最幸福指数排第三名内底，这拢总是恁大家功劳。同时呢，嘛感谢咱的共同主办单位林碧山咱的主任委员会当讲甲宜兰县政府共同打拼，团结合作，要来举办着南洋妈祖文化节。今年妈祖文化节，甲往年呢，会当讲主要呢，会当进步欢迎属龙工商发展，文化推动，一个地方进步欢迎，看伊文化进步到啥物程度，地方就进步到啥物程度。所以呢，今年呢，会当讲，咱呢，会当海上陆上的大绕境，而且呢，今年呢，我们有。咱宜兰县民有两百位，外县市有600位，会当呢透过咱的这个网络来报名。而且呢，比如说外县市的要来咱家，会当讲咱这些拢爱紧张，所以呢，一前一天就会使来咱家住吼，会当讲第二天就呐，甲咱同齐坐船，为咱的南蒙古啊，甲咱的乌石港，所以呢，会当坐船。600名吼，150名进前前报名的人，他是免费咱的住宿，就是咱的庙的住宿，所以呢香客大楼，过来呢，每一天咱拢总有三天的行程，第一天提前来一天，每一天呢伊困好了后，第二天透早搁会使吼，会当搁伫咱宜兰县甲咱吼。绕境一下吼，甲咱感觉讲宜兰县的水，会当讲人情味非常的浓厚，会当讲吼，咱宜兰县大家知影讲宜兰县的水，佮宜兰人的乡困，好食美食，所以呢，今年度呢，会当佮大家较无同款，内面呢，这详细的情况，阮的民政处阮的处长吼，吴志宏吴处长很用心、很努力、很认真的规划这样规划到规半年吼，那么去甲妈祖支持跋杯，妈祖甲咱肯定，感觉讲咱真幸运，会甲咱保庇，予咱这个活动会当圆满顺利成功。那同时呢，咱宜兰县台风本来看着逐天拢伫看电视。敢若要甲咱直播，咱惊到要害吼。但是咱有甲妈祖讲讲，阮来打拼认真吼，大家辛苦辛苦，来拜妈祖，请妈祖甲咱保庇，予咱宜兰县呢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呢，会当讲第26号、27号，这两天呢，是关键的时刻吼。然后风速是10级到11级，这个暴风圈呢，离咱呢300公里。所以呢，虽然呢妈祖的保庇，但是呢，咱嘛爱家己真打拼吼。就是今仔日呢，我有去视察着咱所有的吼抽水站，甲咱的这个抽水机，当顺畅吼。虽然讲伫边啊过，但是呢，我们呢，带来的这个雨水会很多，所以咱呢，首先呢，预防胜于治疗。
让伤害减到最低。啊，这嘛感谢妈祖的灵感，给咱支持，啊，咱来打拼，会当让宜兰县来平安。这拢吼，咱感谢妈祖。所以呢，这几年内底呢，当讲妈祖的灵感，咱大家拢有感受到。所以呢，咱继续呢来打拼。啊，拼出宜兰的好生活！啊，咱来办着咱的2023南洋妈祖文化节，嘛邀请所有全国好朋友，邀请宜兰县的好朋友，大家来共襄盛举。我妈祖给咱保庇，咱大家同齐打拼，拼出宜兰县的好生活，带动文化，带动观光，带动美食，带动市容工商的发展。啊，这个会当讲对着妈祖灵感，咱的心中拢有妈祖的存在，所以妈祖会给咱保庇。感谢大家，祝咱今日的大会圆满顺利成功，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等一下民政处哈，从第一站乌石港出发，即到第一个章，再来到我们的这个慈天宫，在玉鼎慈天宫呢，即第二个章，第三个章到哪里呢？到我们宜兰县政府，我们的中间休息站，最后来到罗东的圣安宫，第二天的住驾点。最后一个章呢，在我们的东山的天照宫，天教宫，集满五个章 ，bingo。您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年2023年专属的妈祖文化节的 T 帽一组。好，这个 T 帽究竟好独家限量哦。来，有请我们今天虽然不是最专业的，但是却是最用心，穿着着2023年我们独家限量发行妈祖文化节的纪念 T 帽，欢迎我们的 model 出场。一点，来，这个帽T的各位发现，哎，这是我们独特的海波龙的图样，好，代表着我们宜兰的这个海象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平安美丽哦。希望呢，所有的海波龙就像妈祖温暖的双臂，拥抱着每一位虔诚的信徒，祝福大家阖家平安、幸福、健康。这个就是我们2023年我们独特的纪念的帽T。耶、yeah, ，摆个 pose 吧，妹妹，帅哥。你看我们的手跟脚都不知道放哪里去了，跟我们刚刚彩排的完全都不一样。没关系，搜文化节，乘风海上，行脚南洋，赞。好，美女朋友这样子可以吗？这样镜头可以吗？